过去看看，啊啊、看看那边的。走走走，去问一下。哦，那不是冲浪板吗？好嗨呀，这个音乐，好嗨。这啥呀？哇，他们是哇。哦，就是你们这里流行的变音冲浪。对，变装冲浪。所以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选一套，是吧？你们可以选啊。哇，大勋，你适合这个过敏的衣服。我跳这个唐伯虎。我选秋香的衣服。唐伯虎点秋香啊？我们就来个四大才子吧。啊，我来。四大才子。四大才子。那我要这套喽。你选好衣服了吗？我应该，要不我们帮你选一套。好呀。哇，这咱们这不撞型了吗？四大才子，四大才子，四大脚尖，四大脚尖，四大脚尖，谁都脚尖。我们一会儿一定要这样走的。对，一定要这么走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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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江南四大才子，来来来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布衣？哎，你们四个才是江南四大才子。对，我谁呀、啊？这香妃哈，我就是对不像张飞。我是大哥刘备，我穿是关羽。那我们是桃园三结义，刘关张。刘关张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见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打浪人的奇怪周末。我是今天的主教练，我叫做西西。西西，西西。那我们现在在开始前，我们可以来涂一下这个防晒泥，就是我们冲浪专用的一个防晒的东西。往脸上抹的是吗？对，因为它这个是环保的，就是你下海不会伤害海洋，不会对海洋有污染。这个应该不用涂这里吧？我给你涂得了。行，你给我涂吧。我不知道要画个什么。我给你画。你给我画，你好好对我啊。给我画成那种猫人挺好。往脸上还有地儿吗？有呀。哇，再来点红色，哇，这样好看，好这样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！杨丽给我画的。哎呀！快给伟霆哥也来弄一个，啊，伟霆哥上上。哎，伟霆哥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你们给伟霆，你的人重不够，人重还差点。我的脸上都还有劲儿吗？喂喂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一下很牛。三米栏杆，哎哎，像什么？我看我人中，这多帅！卓别林，卓别林，伟霆哥，给你画个什么？这身上来点别的颜色，啥？有还有啥颜色？哦，给。不要颜色多了就不好看了，就这两个颜色好看。我就是要不好看，不好看哈、啊，不行。他都把我涂成这样了，凭什么我们？凭什么我们是这样？你太偏心了。老师，你看我这好看吗？看看杨迪更好看有关系吗？不是我画的，这杨丽给我画的。照着镜子，这是防晒的，你考虑那么多好看不好看干嘛？天气太好了，太热了，热是不是？是啊，正好。我带了珍稀冰冰杯，可以随时随地吃冰，这样呢我们边吃冰边等他们。太好了，正好吃点甜的也能补补能量。嗯，而且我准备的是我最喜欢的味道，白桃乌龙。我用珍稀冰冰杯保存的，你看真的很好，吹着海风吃着珍稀，然后看他们冲浪。我这个是清甘蜜瓜口味的，清爽一腻。各位亲爱的打浪人，欢迎来到我们定期的周末聚会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打浪人的奇怪周末，确实很奇怪。这将是一场不一样的冲浪比赛。唐勇，唐勇。唐兄，你有点鹤立鸡群了，唐兄。唐兄，唐兄，唐兄有点太帅了，唐兄，拿住了，唐兄，唐
涛兄，画文画武，涛兄，涛兄，涛兄，欢迎桃园三结义的新手浪人，妈呀，魏大勋、杨迪、呼兰、闪亮上场。哇！哇！这个帅。大哥，二哥，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行。再聚首的三国群雄能够激起什么样的浪花呢？说词儿。这谁说？我也忘了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来冲浪。大哥，再见。二哥，谢谢我们。大哥，二哥，大哥，主持人。欢迎四大才子陈伟奇、张延奇、尹正、徐志胜、秋霞、杨丽。我要开始跑了。好，你们有自我介绍吗？没有，走吧。再说，你走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天哪，一群！先打卡，先打卡。在下是唐老鸭。在下四代才子，闻所未闻。在下四大才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在下四大才子徐志胜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好，谢谢我们四大才子对大家的祝福。大哥，救救我！我想杀了你们几个！我天，我刀！伟霆哥，帅的，帅的。我作为指挥，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我觉得伟霆哥肯定是冲浪高手，那他看起来平时应该运动比较多，因为他就长了一张会冲浪的脸。Cool， 把鞋脱了。延琦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脚？你都一直在等。你保护我好了，我真的不想喝水。OK， 谁先拍嘛？哇哦，好，准备！哇哇哇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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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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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伟霆哥能不能抓到？啊！好吓人啊！伟霆哥狼狈不堪。哇哇哇哇！再来一个，起不来。唐伯虎怎么了？只能说外形很迷惑人，看错看走眼了哈。他虽然没有站起来，但他的帽子还在，而且他扇子也不离手，我也不明白、他是咋站起来？都摔了，还紧紧的握着扇子。这比如说这个扇子都摔，他还说把那本拿过来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再来一个，我得让镜头拍到我最美的一瞬间。来吧。唐伯虎加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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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要要要 ！OK 了 ，OK 了，有镜头了。OK 了，有镜头就行了。延琦，一下还没起来呢。好，我不想喝水。海的味道你知道，我真的不想再喝水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确实喝了很多很多海水，而且海水真的很咸，朋友们，非常咸。喝水了，啊，结束吧 ，OK OK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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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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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刚才的尖叫声不是给你的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是猪八戒在后面。我一定要第一下就要成，你呢？啊？必须第一下就要成。我必然成。我必须，我冲的时候我还必须得摆出这种样子，我就有那么点胜负欲。第二组的杨迪、魏大勋、老爷、Echo， 加油！哇，那杨迪厉害啊！杨迪厉害，杨迪厉害，必须成，我必须成。大勋加油！哇哇哇哇！哇，大哥，根本上不起来，我感觉。要出发之前给我说一声哈，我必须第一击击中，我必须成，来了，哇哇，来了，哇哇，我一定要第一下就要成，我还必须得摆出这种样子。没啥浪了样子感觉，马上啊！他说马上，不着急，我们不着急。太前面了。起的时候呢？起的时候呢？你看着远的地方，不要往下看。好好好，会更稳定。好好好。大勋，大勋来了，大勋肯定要喝一大口水。大勋来了。大勋来了、啊！大哥，是不是这身装备非常大勋的帽子影响了他的话？哎呀，整了整自己的仪容仪表，又变得那么帅。好，准备。大勋对自己的仪容仪表整理的还是很勤快啊，每次都要把他帽子再戴上，每次摔成什么样起来都要。大勋哥一开始的时候给人一种四肢不太发达的感觉。六，哎呀，而且哈，他对他的这个衣冠呀，他对他的这个形象呀，是十分的在意的。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，第一下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戴得紧紧。
你猜谁会第一个成功？杨迪，我感觉应该也是第一个。哦，是不是来浪了？这个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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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大。迪哥最后那个动作超帅，冲浪就是这样，就是一旦你站稳了，你就有无限的资格去耍帅啊！但你一旦摔水里了，就是各种洋相。还射去了一大炮呢！太荒唐了，哥哥，裤子怎么回事？哇哇哇！哎呦哎呀哎呀！哇！这个变装 party 非常有意思。然后猪八戒我印象很深刻，毕竟他用的就是原版的那个猪脸，扮上比较成功。那个八爪鱼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带着他那么重的包袱，他依然在费力的想冲浪。我当时真的太感动了，我就感觉冲浪人就应该有这种永不服输、乘风破浪的精神。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，请各位浪人跟随我回到刚才的场地，为大家来颁布各种奖项。好，是不是要评冠军了？冠军没戏了，杨迪应该是个大冠军。跳舞颁奖了，颁奖了 ，dance， 现在是开 party。没完没了的跳，音乐不停，我们就不能停。跳舞，那来玩来了，这也得不行，这就玩也不行，在录节目，这节目，这节目没完没了。咱们这节目就不能歇是吧？不能停。对，我看你刚休息。不行，所以我平时很阴霾的，天天干这些活，阴郁的要命。现在由我们的主理人 Cici 为大家颁布各种奖项，各种奖项。OK， 我现在来颁布我们的最佳冲浪奖，第一位。这个可以，他这个确实值得颁奖哦。老爷，阿雷，最后一位，我们的杨迪。哇哇！好，好。还好还好，咱们有一个代表。只有我一个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好，有请我们的获奖嘉宾啊，来到我们的背景墙前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没想到给我颁奖的时候都还在说你们冲的不行，都还在说。最佳冲浪奖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布的是最佳歪抱奖。啥？最佳什么奖？好，最佳歪抱奖就摔得最漂亮的那几个。哇塞！应该有我了吧？OK， 第一位，尹正尹才子。尹正才子。至胜才子啊！很惊讶获得这个奖吗？衣冠不整的东西。裤子怎么回事？
张才子。张才子，言齐才子，怎么也有我呀？啊！呼兰，哦，承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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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那还能有啥奖啊？还有啥奖呢？不就是摔冲的也不好，摔的也不好，啥也不是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颁奖的是最佳变装，已经不是技术上的奖项了，已经是实在没有奖可以夸了，实在不想发给他们任何和臭脑有关的奖了。秋香，谢谢。猪八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水母猫呀，葡萄一鸣，汉堡阿乐。最后我们要颁布的是特别有意思的，就是最佳戏金奖。最佳戏金奖，你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实至名归，真棒！戏金这么肯定是陈伟霆啊！我没这么做，不要给我。恭喜你，陈伟霆！我们的伟霆才子。音乐都变了。魏大勋，大哥，恭喜最佳戏精！来，魏大勋，你是什么表情啊？真是，我不是很开心。他们在那玩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玩的啥呀？沙牌。哇哇，好发球啊！杨队，快过来打球啊！我们刚回来，我们太累了。不累的，不累的，你还年轻啊，有活力。Come on， 晚上我给你按摩，过来吧。我这有个好东西。有个沙滩排球棒，这啥呀，哥？这个是沙滩排球 Max 版本。好，接上了，就让它冲吧。来了，朋友们，来吧。哎，人够了哎，你加过去吗？确实应该加过去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来，现在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十分制，十分制。输的人有凉茶体验，听起来就很苦哦。好东西，下火的。四个人还打不赢他们仨就，也很正常。我是前排，来四个人，四个人一人一个区域啊，一个来。一米零，一米零，来，这你起来，来，你起来，擦网不算吧？擦网哪不算呀、啊？发球擦网可以吗？你往后去，你往后去。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他过不来、啊、这球，我到这儿来，好吧？好球！呀！漂亮！呀！二比零。我传了啊！你传的过了，传了呀！来，呼兰哥，你发球有把握，来，发球就得分啊！发球肯定得分啊！开！啊，出界，三比零！
死你的！呀，发球得分，好球！来一个，伟霆哥，热个！哇！赵颖呀！哎，这俩就是沙滩排球张常宁，哎。我没想到这么强，低估了，低估了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我们认真了，认真了，来，现在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我发，我在关键时刻从不出错，来了，加油哈，nice， 再发，你再发，你一直发，梁丽。我要去和大海作伴了。你直接打过去。我知道，我会打他们的弱点。哎，防守，防守！来呀！小心啊，他有可能是障眼法。别躲！别躲！啊！好球！我们要吧，哎，吊他，还打死角了还？杨威，他保护我，保护我。杨威，丽江，杨丽有，赶紧过来打。没事。来呀！哇，好球！杨威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杨威，啊啊啊！啊杨磊，来！啊！这个还好有杨磊，谁发球谁有优势啊？我刚刚应该一直发到十的。对，没事，咱还领先。胡兰哥，得一分。得嘞，直接就拿分了，这就拿分拿分拿分，稳住，慢慢来。好。完了，他发球很凶。哇哇！好球！出界！出界！出界！摸到没？他摸到没？没摸到，没摸到，没摸到。鹰眼，掉鹰眼。出界了吗？我看看，落球点在哪？这儿，在哪儿呢？这儿，在哪儿呢？我就问。有回放，有回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，再来。哇！出界，出界。你没看，打你，这不错。这个人我们不要了，丢人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这个不算，这个、真的不算，我们真不要这分。不是智胜，连我都去看了。啊，你没看。快快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！战术，啥战术？你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战术，我们假就是咱好像就是那样，假装有战术，没有。其实再这样一分，我们就那个，我们先把让他们不知道球在哪，好，先藏，就在你那，然后大家怎么肚子都这样子啊？肚子都这样子，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在我这儿，就放你那，就放你那。哎，他们在商量什么？你们是不是少一个人？九比九，你要见证奇迹了。我可不可以现在加进来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要享受胜利。先塞进去，我们都这样。你行吗？我这好藏，你加一下。哎呀，走开！有病，藏到衣服里，小孩玩的把戏。我们俩前排，大勋哥，给他们拦得死死的。三二一，一散，然后我就拿出来就行行行行，三二一，发呀！发呀！快死了！快死了！继续发，继续发，再来一遍。确实，你们一散开的时候确实很吓人。刚刚好不好笑？是我们演的一个短剧。那么就正式开始。好，九比九啊，十比九，再赢一分就赢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十的？
刚才不就输了吗？你们一球、啊。刚刚你们要那个分哈？要，当然要。好意思要哈那个分？好意思要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把之前那分要回来了。十比九，结束了。你们看，好，九比九，来吧，九比九。他们没要，他们没要。好球！好球！接触，接触！啊啊！有了！啊！再赢！进！有了！再赢！进！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吗？不要内讧，兄弟们，还有机会。不要管了，直接去庆祝，直接庆祝！赢了！你干嘛去啊？赢了！他说咱还没赢，连续赢两球才能赢。啊，人家懂，没唬住。就这一分，今天拿不下吗？守住！打个气！别打气，他们很容易趁着打气发过来球。来！杨林，不要！能赢，肯定能赢。好像打架一样，李世强，将功补过了。我以为赢了。好了，又平了，重新来了，还要抢两分。搞这么顽强，没完没了的抢呢，到底几分啊？这是个耐力比赛。最终局定是胜负，我们先发球。啊，好大啊，比智。一二啊啊啊！这风是往那边吹的，我蹲到底下把它顶过去。啊啊啊啊啊！顶他！我下车！我正在拼命叫啊！营地，我们的营地！营地！营地回了！认输了！来，大家过来这边集中，集合！不是，教练，你看他们有一个正儿八经用你叫的姿势的吗？教练很生气，说白叫了，这都好了。现在呢是游戏环节，我们叫做水上平衡。水上平衡，一个人上到对方的板上，双手不能触碰到对方，两个人站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教练，问题是这里有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怎么玩呢这个游戏？这样的话，我挑选对手，我选徐志胜。哥哥，咱俩都站都站不起来，怎么比啊？哎，我想看一个。你俩先玩。教练，你一定要在身边，我刚刚确实怕得要死。哎，我俩已经要倒了。倒了。
哇，好吓人，这个站不起来，你要站了。不不不不，哇哇哇，下面踩不到底，挺吓人。踩不到底，放弃弃权。不要不要，我俩确实玩不了，我俩站不起来。那准备，一二三，开始，开始。老师，哎，就这样吧，我们错了，来点激烈的吧，我们俩太认怂，我俩就这么飘着了。他们好像放弃了这个游戏，都快到岸边了。我站一下，哥哥，你站一下，没事没事，你站。哥，教练，你离我这么远干什么？教练，这是什么事啊？站起来。站起来！不想玩这些项目了，你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哥哥一个人站，一个人站，你行吗？你行吗？你行吗？哦哦哦！哥哥，哥哥，哇！啊！哦！哇！思顺加油！啊！站，慢点，没事。你站。行了，我俩要掉了，不要，要怕。我俩太近了，好难受。我在桨板上跟智胜对视的时候是双重恐惧，有来自于落入河中的恐惧，也有智胜给我颜值上的那种震慑力。我们要吧，我们错了。我们两个应该彼此都有那种颜值上的震慑力吧？真的很害怕，也顾不了那些了。没有，扛不住，扛不住，把我的奖牌还给我，我要回去。加油！你看，这就，我试一试啊！我抖得要命。你慢慢的，我半蹲，你半蹲，我也半蹲。来，站起来！再起！啊，好，可以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哦！可以！智胜，下！哥哥，咱俩是一条船上的兄弟，一条船上，这辈子，怎么有你有我？一劫进来！牛头上头上，你跪！啊！你别把他跪上！啊！我俩一劫进来了，磕头的兄弟，跪上！好，可以了，但就等节目结束了。智胜，你得游过去，游回自己的那个。没事，我俩就这样了。你们如果不让我们录制后面的环节，我们就这样了，我也不管了。有的时候人就是有那点韧劲儿，人活着就活一口气。好，换下一组。最激烈的一场，我得来看一下。哇！对，你招呼更辛苦啊，是吧？哦，他们好厉害。哇，你这么厉害，我又站不起来。第二个人难站，第一个人要帮他保持平衡。加油啊！慢慢来。哎，可以啊！哇！十下，十、九、八。放松 ，relax。七、六。哦，右边，左边，哎，轻一点。啊！好，换下一组，加油！被他们看着好紧张，原来看别人是这个感觉，我天！好，开始。哥，你放松就行了。好，我放松啊。哇，他们俩好快呀、啊！
我前后脚。好，好，好。哇，他俩是最成功的，没想到。十、九、八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七、没事。六、没事，没事。五、四。从这个角度像是呼兰把他推下去了。来，到教练这边集合。来啦，教练，你给我送个奖来。你的奖呢？你忘给我了。教练，我的眼镜和他的奖都在你的船上，都在你那。来，来了。现在反思一下，继续录节目也还行哈。哎呀，人家咱就不就应该那样吗？对吧？好，来，下一个环节拔河。我们的规则就是一张板两个人，教练就是中轴线。一、二，相反的方向对抗拔河。拉教练还是拉船呀？啊，你觉得呢？教练，你先看一下，培训一下我，预备走，可以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教练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不是插身，你还得这样，你的脚还得往里头勾。你来插一下，我看看，拔一下。哇，好快哦！你咋这么快呢？你咋这么快呢？太吓人了吧你！好，来，准备，来，我跟杨迪一会儿。准备，听口令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等会儿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哇哇哇！这个激烈了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。二一二四一，倒翻了！一三四二一二四一二一一三一，船呀，船都被你划沉了！完了完了，一下就不行啊，一下就没了。呀，一三。哎哎哎，有希望有希望，加油。一站住，拉一加油。准备，一，准备，一，上，正，一，哦，加油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加油！好累，一，二，不行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。耶耶耶耶，你看他俩还在使劲了，把他俩往你俩要带他俩去哪儿呀？他俩还在使劲呢，没劲儿了，他们太猛了，有点好玩啊，搞得我风湿都快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回去之后一定要弄得艾灸他的，这湿气太重了，这湿气浑身是水。先把我们那个大合影拍了，我还有个横幅我都带了。哦，这个竟然没有掉色，没有好东西。给老板举旗，来高兴。三位老板开不开心？不开心。好嘞，其实开始落水了吧？别，哥哥，先别换，先站起来。我真的不想玩这种项目。你别晃，安迪。杨迪，我都不玩，不行，太晃了，杨迪，杨迪，杨迪，
这个项目不是那种享受自然的安宁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整成这样子？哎呀妈呀！我自己下了，我走。